十四号是王少杰，北大。王少杰是四号位啊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北大现在主要打的啊，就是两个内线。嗯，好球。好球，刚刚投篮命中的呢，就是十号祝明镇。祝明镇，孙玉他们能够去多体会一下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行啊，第一个投的罚的有点随意呢。这不错啊，这个战术，好球。祝明镇，祝明镇啊，一是一个出色的外线投手，二是他的这个运动能力。先是祝明镇啊。祝明镇来自于北京大学。关键是花球，花球没有能够命中啊，节奏还不错，嗯，用时还是不错，可以，45度非常准，连进三个，四个，嗯，哇，连进五个，45度很准啊，这有戏啊，他的投篮也非常的标准，哇，这个又进一个花球，第一筐没有投好，之后是真不错。而他这个跳投啊是尖头，对，这个离地高度不高，就是很携手时间啊，也很稳，关键是这个底角，这个他要能上16到18分就应该没什么问题啊，就是两个底角不好。